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薇。今天呢，又是一期换季的衣物开箱视频。那之前双十一的时候呢，我在我最喜欢的一家网红的服装店铺里面，哎，血拼了一大堆的换季衣物。之前呢，一直没有拆开来，是因为实在没有地方放了。今天呢，我抽了大半天时间，把我的衣柜里里外外换季衣物理了一遍，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了，然后给他们腾了一些地方出来。所以呢，今天准备给大家录一期开箱视频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买的哪件衣服特别好看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，下一次我可以试穿给你们看。好了，我要现在来看最近很流行的这个笑脸啊，它跟这个笑脸的这个品牌做的联名款。然后我之前有一件西装也是这个系列的，它有个小包，就可以当零钱包，然后是一个装饰，然后它有个袋子挂在身上，就很好看。你看他们家袋袋也都是这种笑脸的，看了就特别开心。啊，这是同系列的一个帽子。我现在头发扎着的不太方便，我就不给大家戴了，下次给大家戴这个笑脸的帽子。啊，这是一件那个开衫，刚刚那个是我好喜欢的颜色的衣服，也很酷。然后它是一个帽衫，这个可以穿一下。啊，这个是我买的一套，就是它是搭配着穿的，里面穿一个白色的高领的打底衫。然后外面是一个这种很温柔的很温暖的毛衣，然后里面就是配的一条皮的米白色的一条裤子搭在底下的。哎呀，我这次买了好多黑色的东西。这是一条裤子，也是一条非常潮的裤子。你看它主要是这个地方有这个，就是它的 logo， 它的名字，然后它的腰上很特别，你看感觉像是内裤外穿的感觉，就是内裤那条边露出来的感觉。哎，我这一次真的买了太多黑色的了，他家这个黑色的衣服都好酷啊。这是一个卫衣，就是一个黑色笑脸卫衣，这件也很好看，超好看。但是我好像确实是买了太多黑色的了，我从今天开始暂时这个全部会再买黑色的衣服了，不会看见黑色的衣服再出现在我的视频中了。好吧，让我们的生活多一点色彩。好啦，这就是我这一期双十一在他们家买的这些衣服，你们喜欢呢？而且这个不挑身材，大多数人都能穿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。好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